是最棒的。尤其我想在这几天这一连串啊的活动当中呢，大家尽心尽力的演出，卖力的推广，我相信呢不止云林县也能够引起全国的注意，因为我们所有的嘉义人呢，来自福建省的嘉义县，在云林县生根已经超过300年，那甚至呢我们的这个足迹啊踏遍我们的西部地区啊，因为我想文化节，都要把我们的产品的啊这个特色呢也能够推广，因为呢我们文贝呢每一次啊我们的乡长办理香瓜节都办得非常的出色，那我们的二轮西龙办理西瓜节也办理得非常好，所以呢我想我们诏安的乡亲呢，我们呢、啊、有应景的精神哈、啊，什么应景的精神？就是我们非常刻苦耐劳。非常的勤俭朴实，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只要努力，我们绝对未来都有希望，而且呢会打出一片天，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预祝我们今天